他为什么没有念喵？对啊，他为什么没有念喵？真的看不出来是马友喜耶。啊，马友喜又重新对我鞠了一次躬，好像忽然想到什么一样。オカリン、マユシは今気づいたんだけどね。什么东西？什么东西？オカリンとおかえりって似てるね。好烂的，什么东西？看一下邮件啦，有新邮件了，柳箱子又寄信过来了。关于上次有问马友里胸针根到底是跟什么在对抗，马友里只是笑笑的没划走，我该怎么办呢？我真的很希望帮胸针哥的忙。胸针哥，只有你会叫我凤凰燕胸针，其他人都叫我轮太郎而已。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现在你还不用说，总有一天你会因为命运时的选择而了解的。好了，记住了，又是中二的信件。来啦，马友喜喵喵。来啦，继续跟你马友喜轮轮看欧咖喱拉塞，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超无关紧要的，超烂的，对，超烂的。今日もよく来たにゃん。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ね。只有他会一直喵喵叫而已。よこしに喵。伊利什么？费伊利斯，他叫费伊利斯。好，真的，真的新加关键字了。另一位女仆费伊利斯娘娘，费伊利斯娘娘，为什么要叫娘娘啊？我只记得华妃娘娘，其他不认识啊。当然是在这个店的假名，则是使用者由上而下无辜眼神和喵一样的动作，对我使出撒娇的。通 combo 攻击， combo 攻击是游戏术语，连续攻击的俗称啊，常出现对战游戏中，意思是不断击出连击哦， combo 哦， combo 1 2 3 4 5 6 7 8哦，就这样子啊，集合两种要素。她是这家店的第一人气女仆，哎，这么强哦，比萌程度的话，她是比马友里还更强的，虽然他们两个同年哦。ダルニャンも来てるにゃん。ダルニャン来てるにゃん。一直喵来喵去耶。原来更萌的话就是要一直喵，是不是？达鲁城来这家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想和伊什么菲利斯，这个词好难念哦。菲利斯，好了，菲利斯更加亲近。喂。他常常看着菲利斯的部落格，自言自语的说：“菲利斯好可爱哟，菲利斯之类的话，症状非常严重。奇怪，他不是老婆是二次元的吗？为什么外遇太严重了吧？”我常叫他至少把固定对象，什么把在二次元或三次元其中之一个，他似乎没有打算听取我的建议。顺便一提，我个人则蛮拿着猫娘没办法的，我总觉得我好像赢不过他，什么赢不过他？到底在比什么？期間打倒のための極秘会議かにゃ？是中二病赢不过他吗？是吗？是这样子吗？是中二病赢不过他吗？そんなところだ。そう。フェイリスも混ぜてほしいにゃ。喵。やめとけ。别想了，猫耳メイドが太刀打ちできるほど期間は甘くない。そんなことないにゃ。フェイリスにはあの非奥義があるのにゃ。きっとお役に立てるにゃ。什么奥义？那个秘密，秘密奥义，这是什么东西？何？あの非奥義、ついに獲得したのか？你已经习得了秘密奥义，两个中二病有得比耶。そうにゃ。イアナコーチでの修行に耐え抜き、師匠の死も乗り越えて、フェイリスはついに手に入れたのにゃ。喵喵喵！你是哪来的师父？对啊，从哪来的？我曾经对菲伊利斯讲过我真名凤凰院中胸针的事，以及提及机关的事情。没想到他会竟然不觉得奇怪，反而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后来都变成他主动对我聊这些事情，因为你们都有中二病嘛。喵喵，那个对啊，娜常常这样子。顺带一提，他刚刚说的那个秘密奥义，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だか
から今日まあ約束通りフェイリスも精霊会議に参加させてほしいにゃ。心灵会议是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这种会议吧？如我所预期的，菲伊斯已经开始暴走了。再跟他继续哈拉下去，至少会花掉30分钟的时间。お前、サンクチュアリに行くというのか？一想到圣域去，什么东西呀、啊？太好笑了。ダメだ。いくら非奥義を得得したとはいえ、あの場所はお前にはまだ早すぎる。两个中二病，讲得好中二哦。そんな、約束したにゃ。にゃのに、今日は裏切るっていうのかにゃ。喵のに、喵。有姗姗的流下泪来啊。それに、あの場所にはフェイリスのお兄ちゃんが。什么东西啊？你有哥哥吗？又在妄想了。而且什么跟什么精灵议会一样，什么东西呀、啊？对啊，精灵议会是什么东西？你们两个中二病，他的中二病比你还严重啊！你终于遇到一个中二病比你还严重的人了，凶真。菲伊利斯还真的是有点泪眼汪汪的看着我，已经泪两行了。虽然我知道这可爱是装出来的，但我还是有点不知所措。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都变成吐槽的角色，这让我步调乱了步调。每一次跟他对话，主导权都会被他夺走，然后变成专门听他妄想的角色。我真受不了他这种恶搞的方式。我跟他讲话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其实追根究底，有着非常决定性的不同。什么不同？那就是我所说的都是现事实。但菲伊利斯所说的都是妄想，都是他所想出来的角色设定。其实你们两个都是角色设定吧？看来凤凰院胸针还是更上一层楼啊！我总是被他的妄想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好像总觉得赢不过他的理由。呢？なんかわからないけど、マユシーもサンクチュアリっていうところに行きたいな。你也想来圣域吗？你的圣域就在……不是啊，我不要讲，真的太讲。即便现在已经快要深夜了，也不能讲深夜频道的事情。阿雷，连这个悠闲的少女也想加入战局啊！再这样下去，整个场面会更加混乱了。我得赶快结束这个话题才可以。来なくていい。この話はもう終わりだ。奇怪，那个麻友奇的圣域不是低头就可以自己看到了吗？你也不用来吧，这个议会已经就这样就结束。怎么了，这么蛮有趣？你们不需要来圣域啊，你们的圣域都在。你们自己往下看。マユシもフェリスちゃんもダメなんてね。オカリンは冷たいと思うのです。フェリスは誰だ？菲利斯是谁？对啊，菲利斯是谁？菲伊利斯太难念，就改成菲利斯，是不是？フェリスちゃんはフェリスちゃんだよ。ねねねね，他接受嘞。菲伊利斯改成菲利斯哦，菲利斯确实比较好念呢。马尤里跟菲利伊斯互看了一眼，一起笑。难道他是在指菲利伊斯吗？难道说菲利斯才是他的本名？我一直误会成菲伊利斯。菲伊利斯真的好难念哦。就在我正困惑的时候，あのね、マユシは言いにくいからフェリスちゃんって短くしてるんだ。什么？我已经堕落到跟马尤西同等级了。我现在好错愕哦，我的背景都变成黑白的了。我竟然跟马尤里同等级耶。なんだそういうこ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か。什么东西啊？なんだか女学院みたいで、それも悪くないにゃ。那一秒，我现在跟マユシ同等级了，我好难过。话说回来，いいからさっさと案内してくれ。俺はいつまでここに立っていればいいんだ。对啊，要在那什么时候？ごめんなさいにゃ。ご主人様、ご案内にゃ。ご案内にゃ。マユシ。ご案内よろしくにゃんにゃ。よろしくね、みょんみょん。任せてにゃんにゃん。みょんみょん。
在工作的女仆依规定说话的时候必须在尾语上加上喵这个字，马尔喜牵着我的手将我带到店里的座位。听说带客人的时候只有喵一马尤喜娘娘会牵着客人的手，我想他应该是没有想太多，自然而然这么做的，但也因为能够这样子自然亲切的待客，因此他在这家店的人气继菲伊利斯一直稳居第二名。我被带到打卤等待我的位置啊，里面的客人大概坐满了六成的位置。在什么女仆店里中等程度的店铺，菲伊利斯，我真的不太会念他的名字，真的有够难念的。菲利斯，好啦，我宁愿堕落到跟马尤喜同样的程度啦，就念菲利斯好了。从菲利斯的服装看出来，其实这家店的女仆和其他女仆店比较像是 cosplay 女仆店 ，cosplay 咖啡店，而且猫儿女仆加喵喵的。其实对初学者来说，跟其他女仆店比较起来，门槛算是比较高的啊。女仆店还有门槛哦，喵喵。另一方面，从女仆咖啡厅粉丝的眼光来看，这个猫儿似乎蛮争议的。为什么？有人说，装上猫儿的才不是女仆，猫儿女仆是猫儿就不是女仆，是不是？是这样子吗？女仆加猫耳装，猫耳加女仆装，破坏力加倍啊，加倍奉还，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就这样子，正反硬件都有。这家店在秋彦原的众多女仆店算是老店了，不过因为不常出现在各媒体上，所以相较起来比较不这么显眼。先说明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打卤平常跟我说的意见。太好笑了，达鲁跟我说的，因为我已经听到耳朵快长茧了，所以我也完全被洗脑了。达鲁君，オカリンが来たにゃ。来た第二秒，女仆咖啡店。遅すぎでしょマジで。达鲁，你们两个人站在一起，我才知道，达鲁实在有够胖的，怎么那么大坑啊？你已经占掉三分之二个画面了。坐在我对面的达鲁似乎不屑的看了我一眼，而且嘟着嘴巴，看起来有点不太开心。それで、今フェイリスさんと何を話していたか詳しく。既然逼问我，どうせ誰には理解できない話だと思うが。你听了也不会理解的。因为连我本身也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都是中二病的幻想，反正都是他的幻想。很那个吗？そっち系の話か。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丢失影格。有哎，我丢失了近50%的影格啊！我丢失了近50%的影格，确定会那个是很正常的。丢失了近50%的影格，怎么这么惨啊？没关系啊，这个有看到画面就好了。我的声音有那个吗？达鲁真的超大只的，怎么会丢失50%的影格？太夸张了！让我再玩一下嘛。又是那样的对话。フェイリスさんとオカリンの会話は普通のオタじゃついていけない領域に達してるよな。オーラみたいなものが出てるっつの？散发出很不寻常的气息，太好笑了。二人だけの固有結界張り上がって。許さない、絶対にだ。固有结界是什么东西？透过使用者的心情，风景涂满整个世界的魔术名称，亦有可以拿来不顾旁人眼光。固有结界，50%，对，我有50%的影格被丢失了，所以你们只看得到一半的画面。对啊，为什么会那么多啊？所以我每按一次要按特别慢一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影格被丢失啊？真的太奇怪了。
要不要换个伺服器啊？等我一下、哦。